篇年纪上第六章。勒美的儿子格尔雄、克哈特和麦勒黎。以下是格尔雄的儿子的名字：李贝尼和史米。克哈特的儿子帕麦兰、伊兹哈尔、克贝隆和乌齐尔。麦勒黎的儿子马克里和穆史。这些人按他们的家族都属勒未族系。格尔雄家族。格尔雄的儿子李贝尼。李贝尼的儿子雅哈特。雅哈特的儿子齐马。齐马的儿子约加克。约加克的儿子伊多。伊多的儿子则勒克。则勒克的儿子约特赖。克哈特的子孙。克哈特的儿子伊兹哈尔。伊兹哈尔的儿子科勒克。科勒克的儿子阿色尔。阿色尔的儿子厄尔卡纳。厄尔卡纳的儿子厄贝雅萨夫。厄贝雅萨夫的儿子阿色尔。阿色尔的儿子塔哈特。塔哈特的儿子乌黎尔。乌黎尔的儿子乌齐雅。乌齐雅的儿子沙乌尔。厄尔卡纳的儿子阿马塞和阿希摩特。阿希摩特的儿子厄尔卡纳。厄尔卡纳的儿子祖弗。祖弗的儿子托胡。托胡的儿子厄里雅布。厄里雅布的儿子耶洛罕。耶洛罕的儿子厄尔卡纳。厄尔卡纳的儿子撒穆尔。撒穆尔的儿子长子约厄尔。次子阿比雅。麦勒黎的子孙。麦勒黎的儿子马克里。马克里的儿子李贝尼。李贝尼的儿子史米。史米的儿子乌泽。乌泽的儿子史麦亚。史麦亚的儿子哈基亚。哈基亚的儿子阿萨亚。自约柜安放在固定之处以后，达未派定在上主殿内担任歌咏的人如下：他们在会幕前执行歌咏的职务，直到撒罗门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上主的殿，常轮班执行自己的职务。任职的人员和他们的子孙如下：由克哈特子孙中，有约厄尔的儿子克曼歌咏者。约厄尔是撒穆尔的儿子。撒穆尔是厄尔卡纳的儿子。厄尔卡纳是耶洛罕的儿子。耶洛罕是厄里尔的儿子。厄里尔是托亚的儿子。托亚是祖弗的儿子。祖弗是厄尔卡纳的儿子。厄尔卡纳是马哈特的儿子。马哈特是阿马塞的儿子。阿马塞是厄尔卡纳的儿子。厄尔卡纳是约厄尔的儿子。约厄尔是阿扎尼雅的儿子。阿扎尼雅是扎法尼雅的儿子。扎法尼雅是塔哈特的儿子。塔哈特是阿色尔的儿子。阿色尔是厄贝雅萨夫的儿子。厄贝雅萨夫是科勒克的儿子。科勒克是伊兹哈尔的儿子。伊兹哈尔是克哈特的儿子。克哈特是勒未的儿子。勒未是以色列的儿子。站在他右边的是他的兄弟阿萨夫，是贝勒基雅的儿子。贝勒基雅是史麦亚的儿子。史麦亚是米加尔的儿子。米加尔是巴阿色雅的儿子。巴阿色雅是马尔基雅的儿子。马尔基雅是厄特尼的儿子。厄特尼是则勒克的儿子。则勒克是阿达雅的儿子。阿达雅是厄唐的儿子。厄唐是齐马的儿子。齐马是史米的儿子。
子米是雅哈特的儿子，雅哈特是格尔雄的儿子，格尔雄是勒美的儿子。站在左边的是他们的兄弟麦勒黎的子孙厄唐，厄唐是赫史的儿子，赫史是阿贝迪的儿子，阿贝迪是马路赫的儿子，马路赫是哈沙比雅的儿子，哈沙比雅是阿马扎雅的儿子，阿马扎雅是希尔克雅的儿子，希尔克雅是阿密七的儿子，阿密七是巴尼的儿子，巴尼是舍默尔的儿子，舍默尔是马克里的儿子，马克里是穆史的儿子，穆史是麦勒黎的儿子，麦勒黎是勒未的儿子。他们的兄弟勒未人担任天主圣殿帐幕里的一切职务。亚郎和他的子孙在全凡祭坛和香坛上焚烧祭献，从事至圣所内的各种工作，为以色列人献赎罪祭，传召天主的仆人梅瑟所命的行事。亚郎的子孙，亚郎的儿子厄勒加扎尔，厄勒加扎尔的儿子披乃哈斯，披乃哈斯的儿子阿比叔亚，阿比叔亚的儿子布克，布克的儿子乌齐，乌齐的儿子则勒希雅，则勒希雅的儿子麦勒约特，麦勒约特的儿子阿玛尼雅，阿玛尼雅的儿子阿希特布，阿希特布的儿子扎多克，扎多克的儿子阿希马兹。以下是他们在各地域内居留的地方。亚郎的子孙赫哈特家族中了签，分得了犹大境内的赫贝隆和城郊的牧场，但属城的田地和村庄分给了耶夫乃的儿子加勒布。分给亚郎子孙的是赫贝隆避难城，此外尚有里贝纳和四郊、雅提尔及厄史特摩和四郊、希勒次和四郊、德比尔和四郊、阿商和四郊、犹他和四郊、贝特舍默士和四郊。由本雅明支派分给的是基贝红和四郊、格巴和四郊、阿勒默特和四郊、阿纳托特和四郊，所分得的城共十三座及其四郊。赫哈特其余的子孙按家族，由厄弗勒恩支派、丹支派和麦纳协半支派抽得了十座城。格尔雄的子孙按家族，由伊撒加尔支派、阿歇尔支派、纳菲塔里支派和在巴商的麦纳协半支派抽得了十三座城。麦勒黎的子孙按家族，由勒乌本支派、加德支派和则布隆支派抽得十二座城。以色列子民将这些城和城外四郊划给了勒未人，并以抽签方式由犹大子孙支派、西麦安子孙支派和本雅明子孙支派划给了他们上述的城市。赫哈特子孙的一些家族由厄弗勒恩支派抽得了一些城，分给他们的是在厄弗勒恩山地的避难城舍根和四郊、格则尔和四郊、约克默罕和四郊、贝特喝隆和四郊、阿雅隆和四郊、加特黎曼和四郊。至于由麦纳协半支派抽得的阿乃尔和四郊以及比尔汉和四郊，归于赫哈特其余子孙的家族。
格尔洪子孙岸家族，由麦纳协半支派、抽得了巴商的哥兰和四交、阿史塔洛特和四交，由伊萨加尔支派抽得了黑史翁和四交、多贝纳特和四交、纳摩特和四交、恩加宁和四交，由阿歇尔支派抽得了马沙尔和四交、帕贝东和四交、胡科克和四交、勒赫布和四交，由纳菲塔里支派抽得了加里纳亚的黑德士和四交、哈曼和四交、克黎亚塔恩和四交，麦勒黎其余的子孙，由执布隆支派抽得了约克乃罕和四交、卡尔达和四交、黎曼和四交、塔波尔和四交，在约旦河对岸耶里哥对面，即约旦河东岸，由勒乌本支派抽得了旷野中的贝泽尔和四交、雅哈兹和四交、克德摩特和四交、麦法达特和四交，由加德支派抽得了基纳加德的纳摩特和四交、马哈纳恩和四交、克史彭和四交、雅则尔和四交。